号，车辆地址中。那我收藏玩老照片吧，也有几年时间了。你看我几乎都是在沈阳这些地摊啊，或者国内古董店买的，还有很多外地的照片，我不知道它是怎么流到这边。你看这个天津中国1950，应该是一对夫妻吧。北京光明、杭州西湖、三台映月，还有广州的、上海的，全都有。后来我就想着怎么能留到沈阳来呢？这些照片，我估计是到这边来工作的人，为了带几张家里人的留影，然后特意带到这边来的。我看应该是一对父子吧，长得挺像的。沈阳北陵公园，1984年。这张呢，我刚开始看的时候并没在意，觉得像一个标准的这种证件照一样。后来我看后面有字儿，字儿写特别漂亮啊，亲爱的同学，这个词是多么新鲜，因此你和我才相识，要求你不要忘掉照片中的人，孙静同学，1956年12月11号。这个是我在收照片过程中在地摊上偶遇的，完我打一看，发现这是一个日本的一个家庭的相册，昭和19年，昭和元年是1926年，19年是1945年。他这第一张，从这个小伙结婚照第一张，然后这个新娘，这应该是他的同学，他跟他同学的两张合影。然后看这个，他俩是昭和21年，他俩有了第一个孩子。你看，而且映画母子草，看那个电影叫母子草，还有配了张这个电影的这个照片，特别细心，很多这种细节特别有意思。这么看他拍这个照片是非常方便非常随意的，你看这小孩就跟咱们现在用手机拍娃拍孩子是一样的，随时就拍了。你看他到，这是到什么凯神社，然后就是他们到神庙里边去，应该是给小孩祈福，买了两个像咱们现在护身符的这两个东西。看，这哥哥这个弟弟也是这种。上野动物园，上野动物园这地方我上网查过，他是在东京，所以我觉得这户人家应该也是住在东京的，到动物园里边一个完整的一个出游的这么一个计划。你看，这是1925年，相当于咱们1950年吧，他们过圣诞节。啊，最后这个是一个他们，这应该是他家族的一个合影，是他爸爸妈妈结婚的时候的一个合影。胶片摄影的魅力就是保存时间特别特别长，你看100多年了，一点样子都没。这有一个钢印，也是1906年。现在已经110多年了。你看它整个是一张铁皮，这个就是利用硝酸银涂布到铁皮上，然后拿到相机里边直接拍的。这个是没有底片的，这是既是照片也是张底片。拍出来显影之后就是独一无二的，只有这么一张。黑白照片手工上色这门艺术，我接触的过程中有很多中年啊老年人这种朋友，然后他们把照片交给我，经常说，哎呀，我们家就这么一副合影，或者说你看这是我小时候照片，你帮我修复一下，上个颜色。当他们拿到我做完的成品，然后就脸上就那种特别欣慰特别高兴那种表情，就让我也觉得特别欣慰特别骄傲，觉得这门艺术就是有它存在的价值。它这张底片主要的问题是上面长一层厚厚的霉斑，然后出现这种泛银的这种效果，还有许多大量的划痕，修复起来比较困难。这些药水呢都是我自己配的，是专门用来修复照片用的。
看他们带着这个主席像章，还有这个小女孩这个照片主人，我觉得他这个照片应该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左右照片。手工上色一般分两种，有水色跟油色之分。我个人比较喜欢水色，因为水色颜色就是比较透明，也是偏那种清新淡雅的那种风格。什么北上广深啊，这些大的城市去发展，说那边机会更多一点。那我又懂，但是我这人吧，我是比较恋家，我也喜欢沈阳这个城市。我相信我这门艺术能被更多的沈阳人、家乡人所接受、所认可。